白帝圣剑终极娱乐玩法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把这个死灵法师的复苏大叔给搞定吧，然后把亡灵复苏这个技能给激活，最后就是将特级车手这个皮肤给解锁了。你终于来了，看见你背后的那一把剑没有？这就是今天我为你准备的白帝圣剑。哇哦，白帝圣剑那感觉，掏心窝子的说，绝对是透心凉心扉啊！你可以放心透心凉，我不知道行不行，但是心扉凉绝对可以让你实现的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收下这一把白帝圣剑喽。哇哦，这个坐上来的感觉果然有一种心扉凉的感觉啊！小喵，看老大我帅不帅？老大，为什么你能够坐上去，我不能坐上去啊？我也想坐上来试一试的感觉。不过说实话，确实非常非常的帅气。帅气就行，那倒是我们先走一步喽。小喵，快跟着我走，让我们去尝试一下白帝圣剑的终极娱乐玩法。老大，你等等我呀！你赶紧过来看老大，我这个玩法开不开心，快不快乐？老大，你这是在干什么了？怎么把这些小怪物拉到你的身边了呀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刚才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的白帝圣剑的终极娱乐玩法，叫做你快乐，我也快乐。老大，刚才你那个娱乐的玩法我还没有看够哎，要不你换个姿势再来一次？放心，这次绝对让你看个够。这次我不光让对面那几个怪物快乐，我也快乐，而且我还要把他们复活，跟着我们一起战斗嘞！哪来的黄毛小子，竟然这么猖狂！别在这怪我，告诉你，我不仅猖狂，而且我还会让你看到我更加猖狂的一面。哦，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把我拉过来拉过去干什么？我不为什么，我就是为了玩。小喵，这开心。新的玩法，你快乐吗？老大，我超级快乐！哦，老大，这就是你复活的那几个怪物啊？怎么了嘛？我们还是可以战斗。哦，老大，他们也可以说话哟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虽然拥有敌人的思维和想法，但是他们的身体是不受控制的哟。那受谁的控制哦？当然是我的亡灵大法师。哦，对了，老大，你的白帝圣剑呢？哦，那个白帝圣剑好像只能体验一个关卡，要是能体验所有的关卡，那剑就是开挂呀，像我现在拉敌人快乐一样，这种快乐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。没事，老大，有我陪这里也很快乐啊。好吧，还是有那么丢丢快乐。老大，等等我，前面就是雪山大元王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是雪山大元王了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好好的伺候伺候他呗。哪来的黄毛小子，竟然这样猖狂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！哎，我不拉你，怎么叫你快乐我也快乐呀？是吗？叫做你快乐我也快乐了。今天我就让你快乐的死在这里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刚才有点快乐过头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复活之后就要开始注意拉他棍了。老大，你拉了他之后可以躲在那个石头后面了。嗯，小喵，你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让个学生大元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所在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快乐，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让我讲给你听啊。快乐就像我最后这一拉直接把你解决掉，这就是快乐所在。小喵，你今天快乐吗？老大，我超级快乐。Nice.